这一球打了强劲在中外野方向，最后是落地形成一支安打。现在这支安打要恐怕要带有打点啦，回传本垒，本垒这边是 safe， 申浩伟的安打是带有一分的打点，帮助富邦悍将在五局上再下一城，目前是8-4，4分领先。